When it comes to repeat sentence, we always feel helpless and powerless. Fish has 7 seconds memory, but I only have 2 seconds. Sometimes I found I understood the sentence clearly and there were no difficult words. But my mind was blank right after the recording. 大家好，我是非凡英语的 Kevin 老师。我看到大家在我的视频下留言最多的话题就是 repeat sentence。那我们今天就来聊一聊 repeat sentence 的考点到底是什么。其实 repeat sentence 并不是在考察我们的记忆力，相反，它在考察我们的语言能力。英语的语言能力分为以下三点。第一点，感知力。考生把重心放在理解和获取这个句子的核心信息上。第二，语言组织力，能够根据刚刚听到的句子进行理解、复述，然后呢，简单的重组句子。第三个，语言表达力，那么依旧是通过理解，但是用自己认为最符合逻辑的句子重音来正确的转述句子的信息。今天我们重点聊一下感知能力这个部分，关于组织能力与表达能力，我们后期会给大家做专门的讲解。想要更深刻的理解感知力，我们来举个例子解释一下。所谓的感知能力，就是当我们听到一段录音的时候，我们的大脑对于这段文字是处理成画面，还是文字的排列组合。大家可以听一下这个录音。我看马上要下雨了，走的时候记得带上伞啊。请问，在你的脑海当中是呈现了一段文字，还是一幅画面呢？如果产生画面的同学，可以在弹幕上扣一。我们把这种脑海中形成信息的方式，把它叫做感知力。通常来讲，非英语母语者平时使用英语的频率相对较少，遇到的真实场景也特别有限，而且学习第二语言往往也是从语法和词汇开始，并不是像小孩子学语言那种最自然的方式。因此，非母语者一旦注意力不集中，极有可能丢失这种语言的感知力，也就是大家所谓的听不懂了。那么感知力与记忆力之间有什么关系呢？我们对于信息的处理，如果具备很充足的感知力，就会发现自己对于信息的记忆力也是超群的。你看，你现在是不是还记得刚刚下雨那个句子呀？也就是说，提升自己对于语言的感知力，可以大大的提升自己对于文本的记忆力。我们再做一个实验，尝试重复以下文本。记住，我需要大家记住每一个字，记住是每一个字啊。我这个人小时候特别喜欢打篮球，怎么样，做到了吗？恭喜你成功了，我们继续。我这个人小时候特别喜欢打篮球，但由于学业实在太重了，根本没有时间打篮球。是不是有一些困难？我们再尝试一个。我这个人小时候特别喜欢打篮球，但是由于学业实在太重，根本没有时间打篮球。后来上了大学以后，我几乎每天都会打一会儿篮球。我们发现问题了吗？随着文字的加长，逐字记忆的方法越来越不管用，相反，更多的精力是用来理解获取信息，从记忆文字转变为了感知文字了。我们的本能告诉我们，我们想要复述尽可能多的单词，而不是获取更多的信息。但是我们忘记的是，一旦有了信息，自然才会带出更多的单词。一旦文字被感知了，它就赋予了灵气，它会成为你的一部分，不需要刻意记忆，其实就可以做到轻松的转述。我们再来做一次实验，现在闭上眼睛，仔细的听这句话。请尝试将你的想法连接起来，以便产生有逻辑的流程。好，我们来一些干扰。快乐去躺在中央，梦想就变成海洋，无敌眼睛，大嘴巴，同样唱的响亮。你能再说一次吗？你刚刚对于这句话的感知力如何？
我们再试一次，这次我们带着八卦的心态再听一次，同时我们把干扰加大力度。请尝试把你的想法连接起来，以便产生有逻辑的流程。快乐翅膀在重量，梦想就变成海洋，无敌眼睛大嘴巴，同样唱得响亮。给我一双小翅膀，就能飞向太阳，我相信奇迹就在身上。你做到了吗？如果说你做到了，恭喜你，这句话可能今天晚上睡觉前你都不会忘记了。在我们的教学过程当中，听到最多的抱怨就是，那我就是听不懂这些单词，我不会怎么办？而感知力就是一条全新的道路，在听不懂甚至于练习时间极少的情况下，可以帮助我们抄近路来提升 repeat sentence。 大家看完这个视频肯定非常着急，那我该怎么做呢？别着急，在下一个视频当中，我将为大家详细讲解如何训练自己的感知力。